烤棉花的意思。煮好拿给网红吃，是你们也太贴心了吧，对吧？整盘拿出来是不是 ？OK OK， 没问题没问题。所以你们是专业烤手，对不对？不止专业，还很贴心，对不对？贴心的暖男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十个。这个已经焦掉了，你知道？哇，这看起来是看下去了。Hazy days I do remember, we were running still, had the whole world. 哇，这是大家一起在烤那个。Watching seasons change. 哎，这还可以吃吗？你要自己吃掉啊！它火还在上面烧哎！天哪！现在看有人要吃烤的，自己我只能自己吃了，你知道吗？